盲盒越来越多，只能把他们挤到集体宿舍里。不过我恰恰在电脑桌前做了个时尚小团建，就这样再也不怕挤了。但是选谁来住？哎，对了，邓布罗大陆最终之战不是打响了吗？武魂殿史莱克，那咱今儿个就来个宿舍争夺赛，只要有隐藏你就可以住单间。但目前问题是史莱克学院机理营房搞了套最终之战，看了一下，只要拆到刘二楼和唐三的杀神领域，就可以战胜武魂殿的千人学小隐藏，住进梦想大别墅。来吧，直接开战，出师不利呀、上来就是不同款待老大。不过看他这么帅的王子装扮，是先原谅你了。人物卡变成了烫金的宝贝啊，好高级啊！行吧，下一位。哇塞，白沉香，我没有。马红进这小子也真遇不赢一个人了，不过还是普通款。再来，看这法色，香肠店老板奥斯卡。哎，不对，手里拿着第九魂技钻石肠，那应该是食神斗罗奥斯卡。升级后的小奥厉害呀！下一位，小胖子马红俊，这肉嘟嘟的小脸一定很好软，赶紧和白沉香在一起吧。拆了四盒，比分一就是0-1。再来，手握九宝琉璃的宁荣荣，普通款。哎，这盒好像正义线，看这头发好眼熟。你好意思吗，小子？你可是全村人的希望。但凡你是个大隐藏就赢了。哎，只能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猫系女神朱竹清，不会吧？在我这史莱克，不会要落败了吧？哎，虽然我很喜欢小五，但此刻真是无语的妈给无语开门。耶，史莱克在现实中竟然完败了。愿赌服输，集体宿舍欢迎你！恭喜武魂殿的长老们，喜提宽敞大平层，这个结果你喜欢吗？真不错，那今天就这样吧，拜拜了各位。